我哋今日嘅信息咧就係咧回應聖靈處理潛意識嘅問題。咁啊，點解會講到潛意識呢個問題咧？即係潛意識同我哋有咩關係咧？所以今日咧會介紹呢一個觀念啊。因為咧好多時人講嘅説話，或者我哋遇到嘅事情啦。咁好多時説話咧就會話啊，我為咗你好嘅，譬如老師話我為咗你好嘅，咁啊幫你成績嘅啫。咁但係咧，可能咧另外咧亦都有啲信息就話你做得唔夠好啊，做得唔夠好嘅時候咧，就我哋嘅感覺咧就係老師唔中意我啦，唔中意我嘅時候咧，我哋嘅心就會有啲嘅傷心啊，有啲唔開心。由細個一路成長嘅時候咧，就會有好多呢啲嘅唔開心咧積聚喺個心裏面，或者對自己缺乏信心啊。或者覺得做嘢唔成功啊，冇人中意我啊，或者同人交往傾偈啊，好似人哋又唔中意同我哋傾偈啊，或者傾完偈又鬧交啊，諸如此類，好多好多嘅由細個到一路長大嘅經歷咧，就令到我哋嘅心靈嘅深處咧，就潛伏咗好多嘅傷害同埋唔好嘅嘢裏面。你可以想象喺天堂嘅聖徒啦，即係曾經喺地上嘅基督徒啦，上咗天堂之後。佢仲會唔會有煩惱啊、憂愁啊？冇啊，即係話呢個唔好嘅部分咧，全部冇曬。嗱，其實一樣有潛意識，潛意識即係咩啊？即係我哋潛在嘅質素。嗱，譬如你睇耶穌嘅潛在質素完全係好嘅，係嘛？佢完全相信神，好輕省，喺活在神嘅愛中，佢嘅潛意識係完全係健康嘅。即係人始終有潛意識，潛意識嘅意思係乜嘢？即係我哋自動會做嘢啊，我哋自動點諗嘢啊，自動點回應啊，都係我哋一個潛在嘅質素啊。有啲我哋會留意到，有啲咧係不自覺嘅。即係譬如有啲人你同佢講兩句嘢咧，佢又發嬲嘅咯，好容易發脾氣嘅。佢潛在質素咧就好容易覺得人哋攻擊佢嘅。咁呢個係佢潛在嘅一種嘅質素。咁好啦，咁我嘅今日嘅信息係乜嘢咧？就係話我哋去敏感到知道呢啲。在我們裡面這種不好的潛意識，但潛意識是好的、譬如你信了耶穌之後，那你每天讚美神，你就很自然地又會感謝神，很自然地開心，即又是會有健康的潛意識的。不過問題，潛意識是健康多又不健康多呢？即你裡面是猛疹不開心多，又是充滿喜樂祝福人多呢？這個就是我們要去審查，也不是就是他那天多一點就行了，而是說真的所有不好的都處理，一步一步可以處理到，你成日留在這個感謝神讚美神的狀態真的可以處理到的。好了，那這個受傷之後的潛意識是怎樣呢？即是有些什麼表現呢？其一就是容易受傷害了、你都有首歌聽過，首歌容易受傷的女人，是吧？我沒有正式聽過首歌，或者只有歌名，就是說一個容易受傷的女人，即是有些人你發覺她很容易受傷害的，什麼說話呢都會受傷害的，或者很容易負面，經常想什麼都是這個人不好，那個人對我不好、對神都會這樣想，即是神又不幫我，神又不公平、樣，或者很容易懷疑人，也都容易懷疑神，還有很容易辯駁，你跟她說什麼你只是告訴她你下一次這樣做，你慢慢解釋為什麼我這樣做，為什麼這樣做，其實 我不是即是話好執著呢件事點做點做，而係咧只係提醒你下一次咁做。但係咧佢嘅心就係好覺得咧，哇！你話俾我聽我錯咧，即係我好衰啦，我好衰，我要辯駁，話俾你聽我唔衰。咁呢個咧係一個辯駁嘅情況啊。有冇呢種辯駁嘅情況啊？其實我哋發覺咧，我哋每一種質素咧，人都有嘅。咁你同埋好難相信神嘅愛，好多人咧成日覺得神咧其實咧即係對我哋好苛刻啊，或者你覺得咧神咧好多好人會俾我哋，或者俾得太遲啊，即係等到咧等到我哋得到幫助嗰時咧，哇！有啲人話：，唉、我已經太老啦，唔可以再結婚啦，一神為我預備嗰、那個真係太遲啦咁樣。咁嘅時候咧，我哋好難相信神嘅愛，或者咧自己唔留意到又容易發惡夢。即係啲夢咧，好多時係啲惡夢咧，即係話個裏面唔得寧靜啦，係咪？咁呢都係意識嗱，你睇到個圖畫度，即係呢個其實唔係一定係咁嘅，不過即係人思想咧個意識就係我哋個腦諗到嘅嘢。其實我哋諗到嘢都係潛意識影響緊嘅，即係點解你會咁諗嘢方法咧？又亦都係我哋潛意識影響嘅。咁又有我哋嘅潛意識曾經受傷害。嗱，有啲人就話：咁性情喺呢度有咩關係咧？
性情呢有健康型和不健康型，大家學過九型性格，是不是？譬如健康的完美主義就會看到很多事可以改善，於是就找方法，用和平溫和的方法找方法能夠這個更加完美，是好的。神是不是完美主義啊？神是的，神要求我們更好，不過神用一個很柔和的方法，用愛心鼓勵我們。所以完美主義本身不是錯的，不過不健康的完美主義是怎樣的？成日激氣啊，激氣啊，即係人哋咁衰㗎，點解我又做得唔好啊？即係嗰個負面嘅影響啊，即係猛整啊。而健康咧就係會揾方法，用和平嘅愛心嘅方法，呢個就係健康嘅。咁其實我哋性情咧，因為人類犯罪，點樣都有唔好嘅成分，但越受傷害就越係即係越係多負面啦。嗰個性情裏面咧越係多好多苦毒啦。咁呢個咧就係、是。潛意識裏好的成分，我們求主幫我們能夠更多潛意識是好的。好了，有三方面，第一方面是對神。其實我想說呢、這個今天我所說的都是輕鬆得勝的一部分，是裡面處理到生命中的 一些問題，但用一個另一個角度去看的，但不是全個輕鬆得勝的，只是說到處理問題的部分。第一就是對神有負面的感覺，即是我們意識上信神，是不是？我們個個都信耶穌，你不信耶穌都不會坐在這裡。但是呢，有時覺得神啊，為何你對我這樣的呢？為何你不快點幫我呢？還有自己哇要做那麼多事又不濟喎，即是不肯喎，這樣那你會有這些對神很多保留。有時看聖經，哇有沒有搞錯要這樣做啊？或者有時呢我們即聽到哇要這樣做，哇這樣做基督徒是很損失，哇沒有自由喎，我們會有這些這樣的負面的想法。好啦，對自己的話，對自己有一個很大影響的，因為對自己不好呢，思想不好呢就會影響我們對神和對人的。意識上聖經說我們很寶貴，神愛我們的，我是神的兒女，但是呢我們很多時候我不夠好，經常都覺得不做得不夠好，還有我不可愛，沒人喜歡我，是不是有沒有這些疑問？都會很多時候有的。但不是說哎呀我現在很可愛，而是因為神的緣故，我呢可以變成一個可愛人，我無論不夠可愛都不要緊，神都喜悅我的，我都可以喜歡自己的。好了，第三就是對人的負面感覺。應該愛人我們個個知道，思想上知道應該，聖經說的，不過經常都說人不可愛，為什麼人這麼壞的呢？為什麼人這麼不好的呢？即是人不可愛，還有呢那些人又不愛我，所以就更加不想去愛人。有沒有發覺這些這樣的裡面的不協調啊？思想上相信和裡面是很不協調的，很自然地會有這些反應的。好了，箴言十四章十三節就講到這個潛意識深藏這個憂愁，我們一起讀下。人在喜笑中心也憂愁，快樂刺激就心受苦。咁冇理，即係照計應該開心就不會話憂愁㗎。喺天堂會唔會開心下咧？開心咗好似一長時間，跟住又開始憂愁，會唔會咧？唔會㗎喎。但喺地上會，點解會咧？因為潛伏咗一啲唔開心嘅質素喺度，所以就算開心咧，裡面啲唔開心又會走翻出嚟嘅。所以我哋咧需要喺神面前話：神啊，我裡面有冇潛伏咗嘅唔開心咧？我點樣處理咧？在哥林多後書十章四到五節就講到呢個堅固的營壘，就是我們呢個潛意識裏有個堅固營壘，我們一起讀下。我們真正的兵器本不是屬血氣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堅固的營壘，將個人的計謀、各樣攔阻人認識神的那些至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將人所有的心意奪回，使他都順服基督。咁呢度講到裡面有堅固嘅營壘喎，神造人造亞當有冇堅固嘅營壘喺裡面啊？有。亞當嗰時啊，亞當嗰時未有嘅，未犯罪冇嘅喎，係咪啊？犯罪之後有呢個堅固嘅營壘，營壘即係堡壘，堡壘咧即係唔容易攻破嘅，係咪啊？喺裡面有種固執，佢係好衰嘅，有冇呢種咁嘅觀念啊？有時啊，呢個人係好難相處嘅，係呢種咁樣嘅營壘啊，咁我哋要粉碎佢喎，係咪？要敏感到又要粉碎佢喎。咁咧就呢啲係乜嘢咧？係各樣嘅計謀，各樣攔阻人認識神的那些至高之事。我哋其實咧好多時咧，所有嘅罪就係咩咧？我唔肯降服喺神面前。耶穌話咩咧？佢話咧，神講嘅我就講喎，神叫我講嘅我就講啊，神叫我做我就做喎。即係我睇到父點樣做，我就點做啦。有時我哋覺得哇，耶穌咁
耶穌都是神嚟噶，耶穌是絕對有主權可以做嘅，都唔錯噶。但耶穌佢會完全降服啊，即係耶穌是做一個完全謙卑的身份嚟到世界上，係嘛？今日都係喎，佢今日不斷服侍我哋，係嘛？神係好謙卑喎，聖父、聖子、聖靈都好謙卑咁樣服侍我哋喎。天父咧吸引我哋，所以我哋感謝神咯。咁咧即係，但係我哋裡面唔係咁樣喎，我哋裡面咧就有呢個至高之事，係咪啊？佢心裏面覺得自己咧唔可以俯伏喺神面前，但我哋神啊，我願意你叫我做嘅，我做啦。所以難咗人認識神嘅至高是全部功破，將人所有嘅心意奪回，成個心都俾曬神嘅，使他都順服基督。咁我想講俾大家知咧，我真係去做喎。嗱，譬如好簡單，一起身，哈利路亞，感謝耶穌。咁我發覺咧，裏面就係平安喜樂，就好少負面思想。一有咧，我發覺有咧，我即刻處理㗎啦。我譬如我分享一個實際，我唔好話，我唔係話俾我冇啊，我係有，不過我處理。我都曾經講過，罪嘅意念有，不過我哋一秒鐘或者幾秒鐘即刻處理。咁我尋日咧落去做運動，咁做運動嗰度我踩嗰啲機器啦。咁佢有個電視喺度，咁個電視講咩？釣魚台。咁啊講有啲中國同釣魚台，即係日本個關係啦。咁佢啊內中有啲人講普通話，我就聽普通話。其實我就特登去聽，即係我睇個節目嗰陣時一路運動咧就聽普通話。好啦，一咁啊講普通話，跟住咧就輪到日本人講嘢啦。因為日本人講嘢就係日本文啦。我發覺咧，係唔知點解裏面有一種唔係好中意嗰種心嘅。即係有種抗拒佢哋，點解霸佔釣魚島啊？點解咁樣樣啊？點樣最中國啊？有一種唔中意嘅心態裏面，我就發現原來我哋自己裏面，你睇新聞有冇見到有啲咁嘅心態走出嚟啊？喺個裏面咧有啲咁嘅心態走出嚟，即係有時我哋唔知嘅喎，有啲嘢做咗唔知道嘅，即係個敏就係個敏感度啊！即係越係個人咧，裏面越係輕散，成日喜樂咧，你就發覺咦，我而家有啲唔開心，我哋就揾到個。在这个以赛亚书内一章一至三节，我们就很简单的讲，我们不讲完，里面其中讲到就是说，报告被掳得释放。被掳是怎样被掳呢？是不是魔鬼将你捉了监狱锁住你呢？不是的，是个心里面捆锁了一些负面的思想，一些不好的意念，一些潜意识里面不好的捆锁，但是神现在要释放我们，所以我们凡是捆锁都可以得释放，是不是？所以在这些经文我们看到圣经是有讲到潜意识，即是潜在一种不开心，潜在一种捆锁，一个刑侣，这些秘掳都是我们潜在的一种的困难，也都是可以说又是我们的罪性情，是不是？好了，咁又講到聖靈做乜嘢啦？好，意思嚟到做乜嘢？詩篇啊，唔係約翰福音十六章第八節一齊讀下。他既來了，就要叫世人為罪、為義、為審判，自己責備自己。咁呢個講到咧，就係聖靈嚟到做乜嘢咧？就為罪，即係為我哋嘅罪啦，嚟到責備我哋，話俾我聽我有罪啦。不過神嘅責備咧，就唔似普通人嘅男人啊。聖靈不是用這個方法，聖靈是用神的愛去感動我們，讓我們知道有罪，但是祂是指責我們的罪，犯了罪祂一定是指責，不過祂用很柔和的聲音指責我們，是不是？為審判，為義，就是說呢，我們應該遵行的，我們沒有遵行，神提醒我們，為審判，將來有一天會我們要審判，即是聖靈會提醒我們。有沒有發過聖靈的聲音在裡面？有沒有？有誰有？你犯罪覺得有不舒服的，裡面有提醒的，舉手。其實凡基督徒都會有這個意念的聲音的，即是神呢其實不斷跟我們講話，不過問題我們沒有留意，譬如聖靈說不要講大話，那你說哎呀不行的了，又不講大話應該被人罵的了，人家罰我的了，什麼那個問題我們聽聖靈，因為聽自己的聲音，是不是？那這個就是敏感了，學習到有一個意念很重要的，每一樣罪都有破壞性，跟我一起講，每一樣罪都有破壞性，每一個負面的思想情緒都有破壞性，所有的罪，所有的負面思想和情緒都要靠著主去處理。哈利路亞，即是因為任何這些負面的都在裡面，所以我們一定要處理。那聖靈會提我們，就是我們問題，我們生命是不是習慣處理的，因為容許自己一路生氣人，一路生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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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
同啊，你還向左還向右，你必聽見後邊有聲音說，這是正路，要行在其間。咁呢度咧，亦都係講到聖靈嘅聲音喎，提我哋喎。嗱，你話俾我聽，呢條係正路啊，你要行呢條路上，會提我哋嘅，感動我哋做咩嘢，唔好做咩。有冇呢個聲音啊？有。有個指示我哋做乜嘢？咁只要我哋留心聽，點解有啲人聽唔到咧？點解？因為佢成日好急、好忙。第二咧，佢唔睇聖經，冇安靜祈禱嘅時間，咁啊自然就好難聽到啦。同埋聖靈講佢又唔信服喎。又要抗拒喎，咁嘅時候咧就聽唔到啦。聽唔到嘅時候，越聽唔到就越同神疏遠。有啲人佢話佢冇翻教堂，起初覺得唔舒服喎，點不知慣，慢慢慣咗咧，覺得冇嘢啦，嗰時危險啦。所以千祈唔好變咗冇嘢喎，即係犯罪覺得冇嘢咧，就非常之危險嘅。係啦，啟示錄三章二十節一齊讀下，看啊，我站在門口當中，又有聽見我聲音就開門的。我要進到他那裏去，我與他，他與我一同作證。嗱，呢個唔係就係講到未信耶穌喎，未信耶穌，耶穌敲門啦。信耶穌咧，耶穌都敲門喎。你俾我做主啦，你俾我做王啦，俾我掌管你嘅生命啦，俾我令到你平安喜樂啦。咁所以我哋要留意聽啦，又開門喎。神話叫我哋開門，神叫我做咩，我哋就聽佢嘅説話啦。帖撒羅尼迦前書五章十九節一齊讀下，不要消滅聖靈嘅同工，就係、是、呢個好簡單嘅回應啦。就是、聖靈既然咁樣提醒我哋，教導我哋，係咪我哋唔好消滅啊？呢、這個淋唔好淋水啊？係咪啊？聖靈咧俾我哋呢個感動，我哋唔好淋熄佢，我哋要回應神嘅，回應神係最美好嘅，係咪啊？因為神係所有祝福嘅來源，一齊跟我講，神係所有祝福嘅來源，跟從神係最美好嘅，跟從神必定凡事蒙福。跟着神必定凡事蒙福。哈利路亚。所以千祈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好了，这个潜意识，负面的潜意识带来什么呢？潜意识有正面有负面的。正面的潜意识就是什么？已经习惯了喜乐，成日都有很自然地就喜乐祝福了，知不知道可以会有的。负面会怎样？抗拒神。你说我信耶稣怎么会抗拒神呢？你有没有发觉你看圣经有些地方你不能做呢？譬如其中一樣嘢，十一奉獻咧，好多人咧初頭睇咧係唔肯做嘅。咁啊，希望你而家做緊。你有時你話唔係啊，我爭好多錢啊，我唔得啊，我冇錢啊，我唔夠錢用啊。咁嘅時候咧，我哋就會抗拒喎。你知唔知咧？喺好多受逼迫嘅地方，佢哋窮到不得了，但佢依然咧，即係曾經有見證。佢話佢得兩個幾人錢一個月喎，嗰陣時，成家人喎。佢哋嗰個你嗰、那個。即係佢仔都同佢講，佢話：阿媽，我好想食乜嘢，你買俾我啦。阿媽，我冇錢買嘢。佢話個個人都食嗰啲，但係我冇得食。但阿媽話我冇錢買嘢，但係佢依樣奉獻喎，即係幾大嘅信心。喺一個最困難受逼迫嘅時候咧，佢依然奉獻，佢完全對神冇抗拒嘅。或者咧係負面情緒啦，即係我哋留意到自己點解有冇發覺無端白事醒咗會唔開心嘅？會嘅喎，係咪？有時會嘅喎。有些人是會的，即總之做做下嘢會不開心，有沒有試過？做做下嘢不開心，是的。這個呢就是負面的情緒自動出現的。總之我們留意到，還有盡量留在這個敬拜讚美神的狀態，就會少出現一些，但依然都會的。我講個例子，一路敬拜讚美，哈利路亞，感謝耶穌，跟住一停了，為什麼？咦？沒了呢，就好像即刻牛肉的感覺，即刻又有負面的感覺的譬如崇拜完行出去街，你有時覺得有空虛感覺，個個拜拜咁走曬啦，咁啊剩翻一個人自己搭車，有時有一種空虛的感覺，都是一種嘅負面的情緒嚟喎，負面的思想嘅諗法啊，人際嘅問題啊，同埋罪啊，即係呢都是負面的潛意識所帶嚟嘅。咁、那個問題最大就是很多時候我哋不知不覺啊。即係唔知道自己俾啲潛意識影響啦。譬如有啲人成日都鬧人，成日都發脾氣，成日都唔開心，佢又唔知喎，唔知又改唔改到啊？改唔到。其實佢知，不過唔肯面對啫。有時係咪？第二咧，知覺但係無助，做唔到或者冇動力去改啦。另外咧就係知覺，但係覺得好長啊條路，哇！幾時改得曬啊？咁其實我講過呢個教導啊，真係
有罪嘅意念，唔好覺得好大件事，即刻悔改，即刻處理啦。跟我一齊講啊！有罪嘅意念唔係好大件事，有罪嘅意念唔係好大件事。馬上悔改，馬上悔改，求耶穌赦免，求耶穌赦免，親近神，親近神，有力量，有力量，馬上選擇信服神，馬上選擇信服神。即係任何嘅罪嘅意念，馬上去處理嘅時候咧，我哋發覺係容易好多嘅。但如果我哋由得佢咧，就越耐就越唔好嘅。好啦，然後最後一個係最健康啦，知覺到嗰啲唔好嘅，然後即刻係習慣處理，事事去處理啦。好啦，咁呢個螺旋式嘅下降啊，螺旋式下降係咩咧？首先咧，有負面嘅思想或者情緒啦。負面思想之後咧，又唔處理咯，第二咯，係咪聽到啊？係啊。第三就點啊？一齊講啊！唔開心啊！第四就點啊？自我批判。即係話，哎呀，我冇用啊！點解我成日都唔開心？第五啦，負面抱怨，即係話，哇，啲人對我唔好嘅。又跟住第六係點啊？算負面啊！跟住講嘢負面啊！第七點啊？失敗。哎呀，我真係失敗啦！我同人成日都講啲咁嘅嘢。第哎呀，對唔住。第八，扮扮細實做，即係。全世界啲人都冇嘅，真係唔好嘅。然後第九咧，憂鬱啊，因為成日都唔好，係咪變憂鬱啊？有冇有時有呢啲咁嘅螺旋式下降啊？有時有啲事發生咗猛咁諗啊，嗱好簡單啦，考完試啦，夜晚喺度諗啦，哎呀真係衰啦，哎呀真係衰啦，日日都咁樣。有冇試過咁樣考完試之後咧，就對自己有啲咁樣嘅負面嘅批判啊？一路越嚟越批判，越嚟越沉啊嚇！找不到工作有沒有試過？找不到工作的時候，你跟某個人的關係不好的時候有沒有試過？其實是有，不過我們有沒有留意到呢，已經發覺為何成日這麼沉呢，我們就要處理跟某個人關係不能夠饒恕啊，這個都是會的。好了，但這個另一個了，這個螺旋式向上了。第一，來一起讀啊，敏感負面的思想，首先知道了。第二了，深信負面的破壞性。第三，用聖經處理，聖經處理即係話聖經點樣講，我哋啊我咁做唔啱嘅，我要悔改，我要改過啦。第四，常親近神，呢個得力嘅來源啦。第五啦，選擇聖靈。嗱呢五個咧就係喺輕鬆得勝裏面講到呢個啊處理生命嘅方法，其實亦都係聖靈處理嘅方法嚟喎。你有冇發覺好多時咧就係聖靈就提你啦，啊你有罪啦，跟住啊聖經話俾你聽有罪，於是咧我哋又親近神祈禱，跟住改係咪啊？這個基本上就是聖靈教導我的方法。現在我就將這個聖靈的工作寫下來，即是抄錄，將聖靈的工作抄錄下來，就是神的方法寫下來。這個就是一個處理方法。然後後面我講到就是後來的後果，第六個會怎樣？要有越來越有喜樂。第七呢，選擇祝福人，成日祝福人。第八，越被人愛，即越愛人呢，人家越有更多的反應。雖然不是每一個愛的人呢他都一定愛我們的，但依然有更多人愛我們。第九啦，發揮恩賜，我們所有恩賜發揮出來。跟住第十呢，生命發揮無可限量。哇，勁唔勁啊？神的計劃是我們發揮是怎樣的？很勁的，想不想啊？一路上一路上啊，是不是？哈利路亞。好啦，為什麼有些人向下呢？三個原因，魔鬼最性情世界影響，世界而最緊要係人啊，係咪啊？呢三樣嘢咧就係影響緊我哋嘅。而三樣邊樣最緊要咧？魔鬼、人、係最性情係最緊要，係我哋嘅最性情。如果你聽神話咧，魔鬼奈你唔可㗎。好啦，呢個向上嘅螺旋係點樣啊？邊度嚟啊？神話咧，祝神耶穌係咪啊？信靠耶穌。捉實佢，好啦，嗱呢個首先係對神嘅抗拒啦。嗱，聖經話神愛世人，我聽過啦，有冇聽過有啲人話你講起聖經我聽過啦，係嘛？聽過，有知道聽過，但係咧自己嘅心裏邊我又唔夠好啦，神又唔中意我啦，神好遠啦，有冇呢啲觀念喺裏面？我哋自己都有對神有好多負面嘅意念喎，所以我哋要清除處理。首先我哋敏感到，你敏感到處理咧。你一日處理一啲咧，你慢慢就會發覺冇乜噶咯喎，越嚟越少。但我想話，意念一樣會出現，個問題好快處理。跟我一齊講下，負面嘅意念一樣會出現。負面嘅意念一樣會出現。但我盡快靠住耶穌處理。但我盡快靠住耶穌處理。我哋唔係完
完全，我哋亦唔係完全，仍然有罪嘅意念，仍然有罪嘅意念，但我盡快處理，但我盡快處理，得唔得啊？嗱，啲忘記神呢樣嘢就係盡快處理，唔係我哋冇曬罪，同埋咁嘅人有時，哎呀，清晨神點解哇？點解忽然間有個咁唔好嘅意念？嗱，譬如例如啊，我一齊你敬拜一齊小人，點解忽然間對某一個人有啲唔好意念咧？嗱，啊，真係衰，我真係好衰啊！嗱，我哋。呢，这個就係魔鬼用嘅方法，或者亦都係我哋罪性嘅方法，就令到自己覺得，哎呀，我真係好衰，你一諗埋啲咁嘅嘢。應該話我哋人都有時諗一啲嘢，怪人哋唔好嘅，即刻盡快處理。有冇試過諗一啲對某啲人係明明係好人嚟嘅，係基督徒嚟嘅，愛主嘅，但係唔知點解裡面有一種對佢一種抗拒，有冇呢個試過呢種意念？都有個，所以我哋係盡快處理就可以啊！唔好覺得好大件事，人人都有嘅。呢，这個有冇人冇對人嘅負面嘅感覺嘅有冇？冇啊，係咪？個個人都有㗎，係咪？好啦，對神唔健康嘅潛意識係點咧？嗱，頭先係覺得自己又覺得神，覺得自己點咧？一齊讀啊！太易犯罪，愛主不夠，侍奉不好，冇恩慈，微小。會唔會有時都會咁樣覺得啊？自己覺得自己啦，又覺得神點咧？一齊讀啊！看我若見，不願赦免，不喜歡我。即有些人犯了罪覺得神不肯赦免，其實神肯不肯赦免啊？神肯赦免，這些是全部自己作出來的，是不是？是不是我們很容易作出來？是很容易作出來，所以是的，這些全部是人作出來的。好啦，那我們時時要想神的愛，神的恩典，這個經文以賽亞書四十九章十五到十六節，每人焉能忘記他吃奶嬰孩，不憐恤他所生的兒子？即或有忘記的人，我都不會忘記你，即是神給你錢，下面一句一起說，神在想念著我，神在愛著我，神在愛著我，神喜歡我，神喜悅我，我要享受神，時時這樣宣告，讓自己成日有這種心態。我想問大家，有沒有見過細路仔成日覺得爸爸媽媽對他不好？可能爸爸媽媽對他好，但是他覺得爸爸媽媽用的方法他不喜歡，是不是？但如果這個小孩子說，我想如果孤兒來說我都算很好，如果比較之下，比較你真的很多好東西，於是呢我享受爸爸媽媽先，見到爸爸媽媽就享受，是不是會好很多？所以我們要學習對神一樣，不要說神為什麼你不給這些東西，即有些人會說神為什麼你不給我生得漂亮一點呢？不要想這些，其實呢我們比較馬騮你摸我，我們真的很漂亮，上到天堂我覺得很漂亮。其實我想說，你開心的個個都漂亮，你不開心的個人就會漂亮，經常都想感謝神，神做我這麼好。好了，詩篇139篇第五節，你在我前後環繞我，按手在我身上。这个经文也都是很特别的，让我看到神成日服侍我们。妹仔会不会这样成日服侍个主人呢？都不会，他要睡觉的，是不是？他服侍都会有时都不甘心，但是神呢是甘心乐意成日服侍，日日服侍，成日祈亲祷耶稣都来。其实未祈祷耶稣来不来呢？耶稣都在这里，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查，躺卧即是睡觉他都细查，即是你睡觉的时候看着你，那你有没有看呢？为什么看我呢？是神就是那么爱我们，那能不能够这么多谢神啊？还有一样东西，神会不会放假？他叫我们安息日，他有没有安息日？他有安息，但他不会停止。譬如那天他说，这天你祈祷我不听的，因为我要休息一下，不得的，没有的。去到天堂神会休息啊？不会，不会，仍然继续服侍我们，是吧？所以你这样想，神日日夜夜服侍是不是很好啊？我们一起宣告，神日日夜服侍我，神日日夜服侍我，神对我好有爱心，神好喜欢我，我要享受神，我要感谢神，我要活在神的爱中，我一生欢呼喜乐，我一生欢呼喜乐。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希望大家时时有意念，这样我们就会处理了那些负面的对神的意念，是不是？我想问你，神对我们这么好，我们对神负面是不是很不对？最受苦是谁啊？自己，自己变成我们生命受苦，得不到神的祝福，是不是？好了，有一句说话是神给我的，
呢、这個即係耶穌同我哋講嘅，佢話你有罪做得唔好，有咩出奇啊？人人都有罪㗎啦，我睇到你個個都有罪，呢度邊個冇罪㗎？個個都有罪，你悔改我就好驚喜啦。唔緊要㗎，你有罪我見慣㗎啦。咁啊，尋晚咧有個人喺 QQ 咧，我成日都 QQ 我幫人㗎。QQ 係即係大陸人咧，佢哋想咧就係想學就用 QQ 啊。即係以前有 ICQ 啊嗰啲咁啊嚇，而家 WhatsApp 啊咁啊，係咪？好啦，佢就同我講，佢話我犯咗罪，咁我就同佢講呢個説話。咁你嗰個點反應？佢話我好感動，我喺度成日喊，即係佢話俾我聽好感動。原來神咧見到我哋罪一啲都唔覺出，都見慣係咪？只要我哋悔改，神就好歡喜嘅。神會話你犯咗罪，你走啦走啦。你聽到個浪子翻嚟，個爸爸有冇同佢算賬啊？沒有，你的錢去了哪裡啊？我以前你穿的衣服走哪裡啊？為什麼爛了啊？他爸爸一點都沒有，神就是充滿接納，是吧？有沒有覺得很幸福啊？很幸福，感謝神。所以我們不要對神有負面，神對我們這麼好。好了，這個是我常用的方法，我希望大家留意到怎樣聽到聖靈的聲音。第一，我們可以讀後面那裡，何時聽到聖靈的聲音？讀聖經祈禱聽到。第二啦，犯錯嗰時咧，係咪會聽到聖靈聲音啊？痛苦嗰時會唔會啦？有時痛苦嗰時候會諗起神嘅喎。跟住咧，第四咧，別人哋痛苦啦。第五咧，安靜嘅時候咧，安靜親近神嗰時咧，就會聽到聖靈嘅聲音啦。咁聽到聖靈聲音點咧？就問神啊，我要做啲乜嘢啊？然後跟住照住去做就可以啦。咁呢、這個五點咧就係我處理嘅常用嘅方法。基本上嗱，我哋第一就係乜嘢咧？敏感聖靈提醒我哋，即係聖靈提醒我哋，我敏感聖靈提醒我哋呢啲負面嘅情緒同埋罪啦。第二咧，深信負面一定有破壞性嘅。嗱，依家我會問翻你嘅五點，不過好簡單嘅啫嚇。第一咧就係話敏感呢罪，第二深信呢啲負面嘅破壞性。第三，用聖經處理啦。咁呢度點處理咧？就係相信啦，宣告咧自己係神所愛同埋寶貴嘅。即係如果講到呢度嚇，每一度處理唔同嘅。譬如處理罪啊，罪係破壞性嘅，罪係唔好嘅，可以行神嘅路嘅咁啊。咁然後咧，深信自己做得唔好咧，悔改神咧，悔改咧神就赦免啦。呢、這個聖經處理。第四咧就係、是、親近神啦。咁我特別講到啦，係咩咧？讀經感謝讚美神。嗱，特別講到得力，其實我哋。神的親近不單止呢幾方面嘅，不過我特別講到得力嗰方面。得力嗰方面咧，就係讀聖經咧，同埋感謝讚美係最容易得力嘅。感謝神，多謝神，我有腳，係咪咁？有冇感謝神？你有腳？今日你唔係抬人哋抬你嚟喎，你唔使用坐輪椅嚟喎，係咪感謝神啊？感謝神，我有眼，咁你咁感謝，哇！啲好好喎，你比較好多人係咪好好啊？你有冇試過去幫助啲貧窮人？你話哇，其實我都好好喎，係咪？咁你咁嘅時候，你就會感謝神啦。咁就有力量。然後第五咧，選擇奉耶穌嘅名選擇正面噶啦。跟住我而家問翻你哋啊，咁又好簡單嘅。第一係咩咧？敏感呢啲負面嘅思想或者係罪啦，係咪？第二，深信呢啲負面同埋罪都有破壞性。第三，用聖經處理。第四，親近神得力。第五，選擇跟從神啦。再一次啊，就簡單嘅方法。第一就係咩咧？敏感呢啲罪同埋負面嘅意念。第二，深信佢有破壞性嘅。第三，用聖經處理。第四，親近神有力量。第五，奉耶穌名選擇跟從神嘅。好啦，咁第二方面就先講完神喎，即係話處理咗呢啲唔好嘅，成日都深信神，又對自己嘅負面啦。有時我哋會覺得自己嚟一齊讀嚇，覺得自己點咧？不及人，做得不好，不聰明，肥少，佢又覺得自己個樣好啦嚇。有啲人覺得，其實有時個樣好都揀嚟睇啊。點解？哇！我人隻眼咁靚，我爭些少嘅啫，點解唔靚啲咧？咁啊，即係有時會咁樣問自己喎。好啦，覺得自己點樣咧？嗱，呢度同人嘅關係啦，即係上面自己質素人嘅關係啦。第一，一齊讀下。無人歡喜，神不喜歡，自己不喜歡，是多餘的。有冇有時覺得有啲人，哎呀，我點解生喺世界上咧？咁啊，即係呢啲咧都係一啲唔好嘅意念喺裏面潛伏咗。我哋要處理佢，將佢剷除啊，剷除曬。但係好多人自己講咗出嚟都唔知㗎。哎呀，我啲仔女對我唔好啊。哎呀，
有冇聽啲人講嘢？成日講真都係咁喎。我有啲人喺網上成日同我講真嘢都係咁，我又慢慢去更正佢，但係發覺佢好似聽唔入喎。因為點解咧？佢唔慣去處理啊。咁而知道聖經講到神係點樣睇重我哋啊？詩篇139:16-17啊，一齊講下。你所定的日子，我常念嗰日，你都寫在你的冊上了。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寶貴，比所藏的眾多，我若數念，比我山更多。呢個講到神將我的日子已經寫在天上的神冊，佢寫係寫得最好的。曾經有個人問我，佢話神嗰個計劃係點樣樣嘅？呢個完美嘅計劃點樣樣？我形容俾你聽啦。你想象當你一信耶穌，哇！耶穌咁好，感謝耶穌，真人神咁好，哇！感謝神。於是日日睇聖經睇嘅時候，好似海綿完全吸收曬，相信即刻咧感謝神，充滿喜樂。哇！你翻到屋企，你爸爸媽媽問你：哇！乜你今日咁開心㗎？哇！乜你咁有幫手㗎？咁有愛心㗎？哇！又唔發脾氣嘅話，成個人變咗聖喎。日日都係咁樣，又熟習聖經，又傳揚福音。哇！你諗下，由第一日開始都係咁嘅時候，係咪好唔同啊？我哋係咪咁樣啊？有啲唔係咁樣樣喎，即係神嘅完美計劃點係我哋嘅生命有呢種改變啊。跟住你做乜嘢咧？嗰啲人就話：哇！乜你咁開心嘅，就好容易信耶穌啦，係嘛？所以呢個就係一個神完美嘅計劃去到嘅程度。但好多基督徒咧就唔係喎，頭耷耷眼濕濕，成日都睇到唔好嘅嘢，成日都埋怨係嘛？即係始終冇俾耶穌入去做，去喺佢裏面。咁所以我講嘅呢個 A 計劃 ，A 計劃點樣咧？就是、充滿神嘅生命，跟住俾神去用，就一路盡量發揮，主動地發揮，係咪好好啊？非常好啊！咁樣你想唔想係咁啊？神有冇俾我哋足夠資源可以咁改咧？俾曬㗎咯喎，問題你攞唔攞啫喎。所以呢、這個今日呢個可以將你完全嘅生命改變曬喎。處理嗰啲負面所有嘅潛意識，成日都感謝神，成日充滿呢個正面嘅潛意識嘅時候咧，就非常之好啦。有啲人話好難㗎。一有嚟即刻處理就得㗎，一讚美神，一起身就讚美神，咁嘅神咧，你就發覺好容易㗎。好啦，即係神呢個計劃點啊？係神嘅意念，全部都係最好嘅。好啦，嗱呢個講嘅方法又同正先一樣，差唔多嘅啫。即係基本上無論係罪啊，或者係對自己啊、對神啊都一樣嘅。咁咧第一就係聖靈提醒啦，呢啲負面嘅嘢啦，跟住咧深信呢啲有破壞性啦，用聖經處理啦。咁然後咧讀聖經啦，睇感謝神、讚美神，又奉主名選擇行正面嘅，咁咧就可以處理到裡面對自己嗰啲負面嘅感覺。嗱，我想你諗一諗，喺呢一陣你靜一靜啊，你自己裡面係咪真係好中意自己啊？係咪真係覺得自己係好無愧？哇！我生出嚟我真係好特別，有冇呢啲咁嘅諗法啊？哇！我真係條路咧，真係神咧為我。呢啲諗法咧，因為始終唔係咁諗法，即係覺得，我都係咁樣，都係平平凡凡噶啦，係咁以就過今世就算噶啦。你嘅意念係點咧？可唔可以而家就去排斥呢啲意念啊？奉耶穌名一齊講啊！奉耶穌名，我相信神，但神特別創造我嘅，我係非常寶貴嘅，非常寶貴嘅，我可以發揮成一個偉大嘅人。可以每日充滿喜樂，充滿能力，充滿信心，可以影響周圍嘅人。我係一個非常特別好嘅人。感謝神，我活在世界上真好啊！我有永生真好啊！哈利路亞！我多謝神，我係我啊！多謝神，我係我。我又中意神。我又喜歡自己，我又喜歡人，可不可以這樣啊？其實可以的，天天都可以這樣。好了，第三被人影響了，譬如人家說做快點吧，可能聲音不是什麼，即有時即人有說話是有的，而且確有情緒的，他的說話內容我們聽到，但是呢他有情緒或者他的罪，那呢那個情緒帶來什麼？哎呀好生氣，不喜歡你啊，即人是的而且確有這件事的。但是個問題是我們給不給他影響，這個第一他的情緒影響我們，他的罪。第二呢是我們的，為什麼我們呢？我們覺得呢，我們一起讀一下，即我們自己這些影響我們的，對別人說的給我們的說話。有時你跟一些人說話，你這樣做
對於任何嘅提議都唔中意，都覺得係批判嘅。人會有啲咩不健康嘅潛意識咧？呢個係講到自啊，對於人嗰方面啦嚇，覺得自己一直講下，不懂説話而得罪人，不善交友，其貌不揚。即係呢同人嘅關係嗰啲方面嘅，覺即係覺得其貌不揚啲人嚟睇你外樣啦，所以即係同人有關係。然後咧覺得別人點樣咧，一齊讀下。見我有面不喜歡我，看得起我，常不認我。咁所以有時人哋講一啲説話都唔關我哋事嘅，我哋會。開心嗱，我講個例子，我以前有教會咧，咁啊前面呢度個台啦，咁啊有張凳擺喺度，我就話咧，啊第時呢度唔好擺凳啦咁樣啫喎，一啲都係好平靜嘅聲音，即刻有個人話唔係我擺㗎，其實我諗都冇諗，但點解佢有句説話反彈咧？因為屋企咧有任何嘢擺錯咧，父母都係擺佢，所以佢一聽到呢句説話咧。即刻咧，佢嘅潛意識就作怪啦。即係你係話緊我，但係我其實冇話到邊個人，我只係想提醒。咁所以我哋裡面有冇呢種嘅敏感啊？過呢種係過敏症啊，過敏症啊，對人講嘅説話過敏症。好啦，我哋俾人哋對我哋講説話嘅時候，我有兩種影響啊。第一係咩咧？對方嘅一齊講下，對方的情緒或者最低。自己的情緒和自我形象。譬如我剛才我的對話，他說你沒用或者做得很慢，於是那個人自己就說、我真的沒用，人不喜歡我們，是不是我們變了那件事是不是複雜了，翹埋了很多很多的膠黏實了，人家說句話然後黏黏黏黏到實了，黏黏到心裡，即是不好的東西黏黏到心裡，你不好的東西喜不喜歡放在身上？不喜歡。如果走過一些狗屎踩完之後我會回來哇聞一下你一下收藏器珍藏會唔會啊？唔會啊！唔會啊！咁我哋咧點樣去深信我哋唔俾人去影響咧？阿耶利米書31:3一齊讀啊！我以為你的愛愛你，因此我以慈愛吸引你。神好中意我哋，永遠愛我哋。而家愛唔愛我哋啊？係。我哋寶唔寶貴啊？好寶貴，我哋被愛嘅，所以我哋成日都話我哋係被愛，我哋好寶貴嘅。好啦。假設有人將啲糞土啊、啲污糟嘢淋落你身度，你會唔會話嚟啦嚟啦嚟啦？會唔會咁啊？唔會啊，梗係避啦嘛，係咪啊？如果真係俾佢噴到，咁點啊？洗啦！會唔會走去舐下？我冇食噶，舐完又再舐一次，得閒又舐下。好多人就係咁喎，俾人鬧完咧，翻幾日諗下咯喎，點解佢成日鬧我咧？佢真係衰啦，點解會咁樣鬧我法咧？好多次，有冇試過俾人罵完諗好多次啊？會啊，點解要成日舐咧？快啲處理咪得咯！你話啊，佢話我錯，我哋要有一樣嘢學習。人話我錯，我要歡喜接受，一齊講。人話我錯，歡喜接受。呢個係提升嘅機會，一齊講。呢個係提升嘅機會，呢個係改善嘅機會。我要樂意接受人嘅提醒。但我不接受人的情緒，我不接受人的情緒，不要繼續想他的情緒，不要繼續想他傷害我，但我接受他的意見，我接受他的意見。我想提醒大家，分開人給我們兩樣東西，再說一次，他那句說話跟著帶有什麼，一起說，人的說話帶有什麼，有時會帶有情緒和罪，那部分要不要啊？要。那部分呢，就是啲憤怒啦，不要的，那些要抌咗佢噶啦。好啦，人的負面的聲音只是留在空氣之中，是不是永遠的？你好衰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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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咪一路留喺度噶，唔會噶，唔會噶。佢只係幾秒鐘講完就係咁，你唔俾佢留喺度，咁你話神好愛我，點解佢話我好衰啫？係咪？我衰咪改咯，求耶穌赦免啦，咁冇問題噶啦，係咪啊？咁咧，所以就唔好俾佢留喺度一生一世。有冇見過人一生一世都話：哎呀，我老公對我唔好啊，我老婆對我唔好啊，哎呀，我啲仔女對我唔好啊，咁啊，成日永遠都係留喺呢個狀態啊。好啦，嗱，呢個處理方法都係同謝先差唔多嘅，分辨啲情緒啦，敏感聖靈提醒自己，呢個同第一個差唔多啦，即係敏感啦，然後用聖經處理啦，然後讀聖經感謝神讚美神，然後奉主名拒絕，跟住加藥祝福佢，選擇祝福佢。嗱，一齊跟我講下，第一，第一分辨。佢嘅情緒，佢嘅情緒，佢係敏感，
自己嘅情緒同埋自我形象，即係有時我哋嘅自我形象啊，影響我哋啊。然後跟住咧，用聖經處理，跟住咧讀聖經感謝神、讚美神得嚟，即係親近神得嚟啦。跟住咧第五咧，奉耶穌名拒絕佢嘅負面情緒同埋罪，跟住咧祝福佢。所以佢基本上嘅處理方案都係好簡單，即係聖靈同佢方法。因為聖靈呢個情緒管理嘅 ABC 係咩呢？ A 就係困難嘅事，呢個咧就係 activating events A。B 咧就係 believe 信念。第 C 咧就係 consequence 就係情緒上嘅後果。即係有啲咩信念咧，就有咩後果啦。即係譬如你覺得，哎呀，人話我好大件事啊，我做錯好大件事，咁人一做錯事咧就會有啲人跳樓都有喎。做錯事就跳樓都有喎，因為佢覺得好大件事啊。但聖經講的就不是這個健康的 ABC 一起讀希伯來書十三章六節，所以我們可以放膽說主是幫助我的，我必不懼怕，人能把我怎麼樣呢？這個他就沒有講到人做什麼，不過就有個意念，即是人做些事，人能把我做什麼啦。那黃色部分呢就是這個困難，就是人攻擊我，有信念的神，你看黃色經文裡面幫助我，人能把我怎麼樣呢？人害不到我了。跟住呢後果是什麼？我不懼怕了，我就放膽說話了。那個時候呢人說什麼我不用給他影響，但有時有些人被人說完呢就會怎樣喊喎，好謝喎，哎呀他都說我啊，死了，就會覺得好像哇組長都說我，哎呀我不想犯小組了，之後有時呢就會這樣說了。是啦，好啦，嘿，人家說一句說話我們會受落這個 ABC 啊，不好的。左手邊是不好的，為什麼不好呢？譬如說做快點啦，那我們會怎樣呢？有些人說，哎呀我是沒有價值的，人的說話他很有權威，即是他說你沒用啊，那就覺得這個說話真的有權威，然後呢我們就給他影響了，不開心。右邊就是正面，經常相信我是寶貴的，做錯事不要緊可以改，跟我說做錯事不要緊可以改，咁嘅時候咧就唔俾佢影響咯喎，我哋係寶貴，咁樣咧個健康嘅 belief、健康嘅信念咧就改變啦。好啦，或者人哋話你好激氣，咁我哋相信好容易相信自己冇價值，同埋相信佢個話有權威。佢話你真激氣啊，咁我覺得我哎呀我激氣人激人嘅，咁我哋就會中意啦。但係正面點咧？嗱，呢兩句好緊要喎，相信一就自己寶貴，跟住咧相信人會傷害人嘅。他傷害人會傷害人的，所以他傷害我不要緊，不出奇，成日即人都會的，又不要覺得很大件事，他傷害我成日都有的，傷害人都有傷害的，不要當作一件大事。好了，這裡講到整體怎樣潛意識被醫治，其實跟剛才的差不多了，是不是？都是敏感到這些潛意識，知道他破壞性，用聖經處理，感謝神，讚美神，讀聖經，宣告，嗱呢度加咗一樣，宣告，宣告神好愛我，宣告神好愛我，宣告我係寶貴嘅，宣告我係寶貴嘅，讓聖經進入內心嘅深處，讓聖經進入內心嘅深處，然後咧選擇用聖經取代，選擇用聖經取代，加個宣告，你日日喺屋企宣告，神愛我嘅，神睇重我嘅，我唔使唔開心嘅，咁成日宣告祈禱，呢啲宣告祈禱咧。即是說神愛我的，神祝福我的，我犯罪不要緊的，我求耶穌赦免就可以了，不是不要緊的，意思不是罪不要緊，而是說我犯了罪，既然犯了我求主赦免就可以了，可以放手的了，神一定喜歡我親近祂的，這就是宣告祈禱了。其實這個都是輕鬆得勝裡面處理生命的一部分，即是我用另一個角度去看，就是怎樣處理這些負面的影響，可不可以哇無罪一身輕，跟我一起說無罪一身輕，沒有負面的價值觀一身輕，沒有負面的價值觀一身輕，沒有負面的潛意識一身輕，沒有負面的潛意識一身輕。其實有信心你立刻可以鬆很多的，是啊，立刻可以鬆很多，哇 一起起身，我們一起宣告，我奉耶穌名宣告，我奉耶穌名宣告，神非常之愛我，神非常之愛我，我是很寶貴的，我是很寶貴的，我是很重要的，我是很重要的，神要大使用我，神要大使用我，祝福很多人，感謝天父，感謝天父，所有負面
面情緒離開，所有負面情緒離開，所有嘅罪離開，所有嘅罪離開。我有今日好大嘅改變，我有今日好大嘅改變。哈利路亞，哈利路亞，多謝耶穌，多謝耶穌。我意思話，當我哋明白呢個道理，我哋嘅呢種嘅負面嘅思想，呢個潛意識嘅影響嘅時候，一處理，你會發現你嘅生命忽然提升好大。即係好似個例子，有人一信耶穌，哇！耶穌咁好，翻屋企即刻成個開心曬，即刻祝福人，得唔得咧？得嘅喎，我哋即刻可以今日改變。嗱，我一齊祈禱啊，一齊祈禱求主耶穌恩待啊！一齊再跟我宣告啊！親愛天父，親愛天父，我奉耶穌嘅名宣告，我奉耶穌嘅名宣告，耶穌好愛我，耶穌好愛我，我係極度寶貴嘅，我係極度寶貴嘅，我係懷福嘅。神喺我生命有奇妙嘅計劃，神喺我生命有奇妙嘅計劃，我可以為神做大事，我可以為神做大事，我可以祝福好多人嘅，我可以祝福好多人，我可以輕鬆喜樂，可以輕鬆喜樂。神嘅愛輕省嘅，神嘅愛輕省嘅，係容易嘅，係容易嘅，因為你嘅壓係容易嘅，因為你嘅壓係容易嘅，你個擔子係輕省嘅，擔子係輕省嘅，感謝天父，感謝天父，可以輕鬆快樂做人，可以輕鬆快樂，可以發揮我生命。可以今日就有好大嘅改變，感謝天父，讚美你天父，我愛耶穌，耶穌愛我，享受生命，我享受服侍主，我享受祝福人，我唔需要俾人影響，我唔需要俾自己嘅情緒影響，我日日充滿喜樂。發揮我的生命，感謝耶穌，感謝耶穌。我哋更加好為你祈禱啊！主耶穌，求你臨在我當中，賜俾我一個安靜嘅靈。喺呢一陣會默想到我哋有啲咩地方需要你處理。主耶穌，求你幫我哋喺呢一陣嚟到神面前，每一個嚟到神面前，神啊，我有啲咩地方喺我裏面成日有啲唔好嘅説話講出嚟嘅？在我潛意識裏面有些什麼不好的聲音，在這一陣求耶穌向我們說說話，提醒我們自己對神回應。這一陣我給大家一陣的時間去回應，去回應神，我有些什麼地方需要處理的，在我最大的破口的，在這一陣求耶穌處理。這一陣我給大家安靜禱告的時間，在這一陣呢，我想大家做一件事，如果你願意的話，有誰願意呢？我們大家留在這個祈禱的狀態。如果你留意到聖靈有些聲音提醒你，想你在哪方面去改，有些什麼潛意識上我們是被這件事影響，那我希望你不要介意，我又不是要你說些什麼這麼隱蔽的罪出來。不過如果你覺得某方面是影響你的，你可以出來用個麥克來到祈禱，求神幫助你讓神認罪。為什麼我這樣做呢？是想你的祈禱去影響其他的弟兄姊妹，都會在內心審查自己有什麼地方需要改的，是鼓勵其他人，也都是自己一個在神面前立志。有誰願意的你可以現在出來，那你等待的時候你自己就在這裡、聆聽神，讓神去提你，但你已經領受到一些意念，你就可以出來向神去講。好，有誰願意的你就可以出來拿這個麥克去向神禱告。真係嘅主，多謝你啦。你咧感動我咧，即係咧我都要咧曾經咧真係好嬲過一個人啦，即係咧傷害咗我哋嘅關係啦，傷害咗教會啦，神啊，但係。